我们掌声欢迎迪玛希。哎，我这个临时学了一句哈萨克斯坦语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。今天还有我们的这个蒙古族的姑娘和小伙子们，表达对远方客人的这个欢迎，来，有请。圣洁的哈达献给远方的朋友，我们最尊贵的客人，欢迎您来到我们大东北大辽宁。我们的仪式叫敬天，蒙古族仪式这样敬地，然后我们这样敬祖先，哎，对，敬祖先，哎，好，来，让我们共同干杯，欢迎。可以尝一下今天特意为你准备的特色菜 Martin。 好吃，好吃， That's so good。 好吃，好吃，哎， Sugar painting 糖画，哇， Dragon， 哇， Awesome， Very beautiful， You can taste it。 Very good， Very good。这个给小朋友了，小朋友你就跟着他吧，待会儿他所有好喝都给你了。你看这些也都是咱们辽宁本地的这个特色，我们感受一下我们辽宁这个黑土地的魅力。满脑的平安扣，寓意着您幸福、平安、吉祥、如意，这个送给您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主持人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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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寓意啊！希望新的一年我们都吉祥如意。哎，你说到这儿哈，现场也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个中国结。中国结 ，OK。这个呢，就是最后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，比喻是成功的一步。在这个拉上去之后，这整个这个结就完成了。拉姐，好，对，好了，厉害。谢谢，特别欢迎迪玛希来到我们辽宁过年啊 ！Welcome to 辽宁 Spend Chinese New Year， 祝大家龙年大吉！